难求人了。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编号一号的 Annabelle 陈贝恩，现在晋级全民偶像的数强，将会在吉华文化中心举行。还有我的 EP 要出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，到时候见，不见不散。散了情歌歌词何必押韵。